哎，先生，你车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哎，车不要动。喂，你好，我们在平镇区的，我们在那个中立，对，车祸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们在那个平镇区的屏东路这边，那个屏东路跟龙南路的交叉路口。屏东路跟什么路？龙南路，龙南路。龙南路口。对。车祸吗？车祸，汽车对机车。要不要救护车？先生，你有受伤吗？你要救护车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他不用救护车。不用，好，那我请警察过去等一下哈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们要不要先摆个故障牌啊？你们车上有故障牌吗？没有，我刚才。我说你车有没有故障牌？三角牌拿，先拿来放。啊，你要不要先到路边去休息？这边路中间蛮危险的。等一下，你警察把那个故障牌放在这边，不然你的车可能到时候又被人家撞到。谢谢哦。不会不会。